没想到心理治疗对芷乔那么管用。我就说早该陪陪他去的。坐坐，别胡说，芷乔一直是个好男人，治疗并没有改变他，只是激发了他内在真善美的灵魂。是啊，对于好男人这个称谓，他排第一，谁敢排第二？你们是对的，从今天往后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。这个结局太美好了，刚刚芷乔跟金明求婚的时候不太好笑了。岂有此理，关谷太笨了，他居然不会想到不是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在外面乱搞就算了，居然还带到家里来。家里？她是你太太？真的、啊、混蛋。真的演你打俩一耳光啊。我叫悠悠，我陪她来的，美嘉她怀孕了。血验过了吗？验过了，那个脱脱指数啊，呸 ，DHC 指，呸 ，ZHC， 呸 ，GHC， 呸，明显升高了 ，HCG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说。不，我先说。我觉得美嘉的事儿比较重要。闭嘴！查报告出来了，我没有怀孕。哎呀，我笑倒了呀。跟你说了也白说，你根本就不能明白梦想变成泡沫是什么感觉。不就是梦想和现实离得远一点吗？比我强多了。你看看我，词儿都记不住，怎么演戏？我们这么久没见了，还是希望见到你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嘛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口水太大了。
要喷啊？喷了没有？我就说这口水太大了。他是跟您搭戏的演员小海，这剧本上就这么写的呀。我想你，是你的粉丝，那你别生气嘛。不要逼我。欧浩辰，谁喜欢欧浩辰？陆花姑娘。回来，我是娱乐圈，你当是呼啦圈，好玩啊！我吃烧饼吃出啤酒盖，吃馄饨吃出樟脑丸，打苍蝇手拍在钉子上，去清风观烧烧香，手机掉到功德箱里拿不出来了。怎么喝在鱼缸里了？鱼缸？那应该找司马光。你妹的！还真是这台冰箱在说话。不然你先生称兄道弟，把你的青春交给我吧。我的括约肌都要抽筋了耶。我还没好呢。关谷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女朋友，警报警报。前情马里奥又没那么恐怖的。飞飞飞，非常美丽的巨兔，12138，脾气12138，脾气12138，1138，12138，12138，12138 ，Yes sir， 大声点，听不到 ，Yes sir， Yes， 这规矩，慢慢就习惯了，干爹。12138，立刻过来 ，Yes sir。别这样。你来看，你看一眼那个人的样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，啊。弱势群体都这样。把你头发，把那边头发弄一下，这边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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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。我那两个神经。是昨天下午还是今天下午？今天下午。好嘞，上放球了。好，可不忘了。放弃这个球好不好？Thank you.